好恶心哦、喔！你在干嘛、啊？还好恶心，洛梨耶，洛梨耶，澳洲洛梨超多的、啊。你让我在 Costco 单点一份洛梨要40块。哦，这里我妈很多，你随便你拿。整个早餐变高级，我帮你加了一点点。不要，太恶了。你才恶，你去。后面那句可以接吗？不行，毕竟人都在这里。你害我。怕嘴吐出来，讲不出口是不是？你干嘛挖坑给我们？妈妈啊，终于给舅舅抱了，虽然是抱着去找妈妈。妈妈，叫舅舅，舅舅，妈妈，舅舅，妈妈，妈妈不见了。妈妈，哎，啊，要哭了，要哭了。哦哦哦，哎呀，说拜拜，走，拜拜 ，B&B， 拜，拜拜。妈妈、啊、拜拜，跟妈妈拜拜。妈妈，妈妈，他在笑还是在哭？在笑啊！今天是1月29号，第六天了。我们 road trip 正式结束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绕去一个景点看看一下，就结束了这一次 road trip， 要回到墨尔本去参加家族聚会。哦，拍手，在家人面前只能拍手，是不是？这趟行程的最后一个景点，我们来到了 Mornington 旁边，比较靠海岸线那边的，叫做 Cape Shank Lighthouse。它其实有很多个步道可以去走，但是毕竟你们知道吗？家族旅游还带着一个小婴儿，不可能去走。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就比较偏向于是走马看花的形式，然后去看看景点，然后打卡拍照，做一个纪念。以后有机会我们来的话，我们再来慢慢的深度旅游，慢慢去走它的步道这一些。不过这些景点已经是一般游客比较不会来的地方。我说如果就是纯粹出国啊什么，比较不会来这些地方。如果跟团来的话，跟团应该也比较少，就是你需要去租车自驾游才会来到这些地方。现在是这么台花轿，新娘到。哎呦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没啊，老佛爷，嗨，还那个哥哥出宫，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好笑了。怎么会这么漂亮啊？这个地方蛮美的哦。哎，刚好今天天气也很棒。嗯，虽然在夏天，你看我们穿很多是正常的，因为这里的夏天真的是气温变化非常的巨大。然后今天凌晨的时候有下雨，今天最高温是24度，现在大概19吧。这真的蛮漂亮的一个海岸。我觉得用眼睛看比画面看更美，感觉更舒服。Let's meet down at the lonely lake.Before summer has gone away, swim out under a broken sky. Cold sun colored with shades of white. Wave. 这个步道真的是很棒哎，都已经规划好了。旁边对两侧这样子，再走下去可以一直走，真的都很美。这个地方真的很棒，我们一定要再回来，拜托。我们以后再回来这地方。是我拜托你，不是你拜托我。好，我们以后就再回来这地方，然后去走山，把这边的步道全部把它给走完。你看。小心哦 ！Oh my god！ 干，太美了！那边有步道，整个这样子。哎，他们可以走下去耶！可以啊，就这样走过去到前面去，还可以下去耶！天啊，我们今天真的不能下去耶！啊，好可惜哦！哎呦，下次再来啦！每次都是要有一点遗憾，就会更期待下次来了。
拜拜，下次再来看你，下次真的会回来看你的。对，我一定会走完的。嗯，拜拜。所以三天两夜的 road trip 家族旅游就这样结束了。最后我们在 Mornington 吃了一顿早午餐，就回去墨尔本的家了。那当然咖啡还是少不了的，毕竟在墨尔本嘛。那傍晚时刻，大部分在澳洲的亲戚们都来到我们家的顶楼聚会，一次过把所有的亲戚们介绍给五一认识。毕竟那个时候还是过年期间，所以马来西亚的过年仪式捞鱼声是少不了的。记得我曾经说过吗？马来西亚的习俗就是还没有结婚都可以收红包。阿姨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多谢大姨。哎呀，唔使咁多啦，恭喜晒你生。哎，大姨，大姨的红包。新年快乐，新年。哎，真的，你这么大还有得拿，哎，就说啊，哎呦呦，谢谢，身体健康，身体行咯，谢谢表姐，谢谢表姐，身体行都很重要哦。除了包红包给我之外，五一也是收的盆满钵满，而且收的还是澳币，就是讨个喜气啦，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。谢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然后事事顺利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来一趟值得，真的。你有需要这样子吗？你？哎，我很多年没有拿红包了。哎，真的哎，我每年都有包给你啊，在想什么？不一样。虽然是嘻嘻哈哈、嬉皮笑脸，但其实当下我心里面是非常温暖的。真的很谢谢我的亲戚们接纳五一的存在啊！第一次带他见大家，没有陌生感，没有距离感，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快乐的相处。十多年前，我是真的不敢奢望有这么一天。